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嚟到呢个天国之旅。我哋今站就去到第五站，第五站就讲到马太福音。我哋嘅题目就系天国嘅品格，天国嘅品格就讲到耶稣呢个登山宝训。第四章就讲到耶稣受试探，受试探佢就用上帝嘅话去抵挡魔鬼，抵挡一切嘅试探。我哋睇翻我哋嘅人生，好多时候我哋喺试探当中跌倒啊、软弱啊，最主要、最基本嘅原因就系我哋冇用上帝嘅话去抵挡魔鬼，亦都冇亲近上帝。当我哋亲近上帝嘅时候，我哋得着力量，就可以抵挡魔鬼嘅试探。讲完咗耶稣受试探之后，第十七节啦，从那时候四章十七节马太福音啊。請大家同我一齊翻開啦，咁亦都攞出你哋嘅今次嘅講道大綱出嚟，我哋一齊睇啦。四章十七節就話：從那時候，耶穌就傳起道來，說：天國近了，你們應當悔改。從那時候呢四個字係非常之有意思嘅。從那時候即係話講到之前，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節去到四章十六節咧。就第一个阶段了。第一个阶段讲到这个君王耶稣基督的背景了，他的家谱啊，他的诞生啊，他的成长啊，等等等等，是吧？他面对的试探。跟着第四章十七节一路开始下去呢，第二个阶段呢，讲到这个君王他宣讲了。第一个就是他的 background， 他的背景，第二个他所宣讲的道理了。他就起来传道了，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他所讲的信息和施洗约翰所讲的信息都是一样的，天国近了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天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，在马太来讲，因为整卷马太福音呢，这个税利马太呢就提到天国总共有多少次啊？32次。如果一个字眼是经常出现的时候呢，即是说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。对马太来讲，天国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，所以他一路重复都是这样提到天国的。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如果我们看看马太呢，马太和马可路加有少少不同，讲到上帝的国。马太呢就用天国，英文是 The Kingdom of Heaven， The Kingdom of Heaven， 天国。而马可路加呢就用到上帝的国， The Kingdom of God。 为什么他们用这些不同的字眼呢？我们看看原来有特别的意思。我们之前讲到马太的对象，就是说他写马太福音的对象主要是给什么人啊？就给回犹太人。但是呢，如果他给回犹太人的时候呢，他就要特别要尊重啊，同埋避免提到有关上帝的名字啦，所以他就避免用上帝这个字，他就用天国了， The Kingdom of Heaven。 但是而路加的对象呢，主要就是给外邦人嘛，所以对外邦人来讲，有个角度，这个角度是属于这个宇宙的君王，宇宙我们的神就是上帝的，所以他就用上帝的国了。那就不同，当我们再看之前就讲到耶稣的背景，是吧？耶稣的背景，其实看回耶稣的背景呢，和摩西的背景呢，都有几个地方呢是很相似的、哦、很相似的、哦、第一我们看看出身了。摩西当时候是不是又在埃及出身长大啊？他的背景又怎样啊？出世的时候，当时候的法老啊，当时候的人呢就要杀死所有希伯来人的婴孩，是吧？因为希伯来人越来越多了，在个异邦之地，是不是在埃及那里生长多了，所以埃及人呢就不咩了，哎呀不想了，用乜嘢他们人多会占领回我们的地方、啊、所以他出生的背景就是这样，他也在埃及的童年那里。耶稣也是、哦、耶稣他出世跟着当时希律要杀晒四境内两岁以下的男婴嘛，那上帝就引领他父母呢就去到埃及那里避难了，他也在埃及那里生活过。我们看看摩西，摩西就带以色列民，所有以色列民就离开埃及，就要进入这个
迦南地呢、這个应许之地。咁佢哋咧要逃难嘅时候咧，就经过个红海啦，系嘛？经过个红海，咁呢个红海嘅经验咧，就比喻到好似咩啊？好似一个浸礼，系嘛？好似一个浸礼嘅经验，系嘛？耶稣浸礼嘅经验，我哋睇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就话：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啊！我哋嘅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、海里受洗归了摩西。呢度就讲到好清楚，当佢哋经过嗰个红海，系咪喺海中经过，亦都喺云嗰度吓，日间有云柱带领佢哋咧。呢、这个咁嘅经验咧，喺海中经过，喺海里就受洗归了摩西。所以当呢班以色列民咧就经过个红海咧，佢哋嘅经验好似一个集体嘅大浸礼一样啦。呢、这个咁嘅经验，嗱咁我哋又睇翻耶稣亦都有浸礼咯。跟住咧，摩西咧。佢嘅人生分開咗三個四十年啦，第一個四十年係嘛，跟住喺王宮啦，第二個四十年就喺曠野，第二個四十年喺曠野咧，佢就住咗四十年啦，曠野。跟住咧，就佢亦都受到好多試探啦，帶以色列人出埃及咧，啊好多好多嘅試探啦。咁呢個咧，摩西四十年喺曠野。我哋又睇翻咧，耶稣咧四十日喺旷野度禁食啊！耶稣四十日喺旷野受禁食，摩西亦都受到好多嗰啲闲杂人啊，嗰啲人嘅试探，而耶稣亦都受到魔鬼嘅试探。跟住摩西点样啊？就上西乃山啦，上帝要将佢十条诫命就颁布啦，就颁十诫领十诫啦。上到西乃山嘅时候，上帝将十条诫命颁布俾佢啦。咁耶稣咧就登山啦，系嘛？我哋呢个叫做福山宝训咧，耶稣就上山啦。喺第五章嘅时候，第五章嘅时候佢就讲咗福山宝训，讲福山宝训就颁咩啊？颁天国嘅典章。嗱，天国嘅典章就咁啦，天国就咁噶，天国嘅人嘅品格就咁噶啦。耶稣就颁天国嘅典章。咁我哋就睇下马太福音第五章就讲下呢个八福咯。这个八福，八福一开始咧。第五章第一节就话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就到他跟前来。第二节就话到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，耶稣看见好多人了就来到了，跟着他就开口呢就教训他们说，虚心的人有福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那十几年前我都有机会去到中东耶路撒冷，跟住亦都去到呢个山，系嘛？呢、这个山上边就系讲话昔日耶稣咧，就喺上边咧，就将登山宝训嘅信息咧，就教导啲以色列人。系一片好多草地，个山唔系好高，好美丽一个嘅地方。耶稣就上到呢个地方啦，一个比较舒服嘅地方。好多人就听佢嘅教训，佢就要颁布呢个天国嘅典章。佢就讲咗八福啦。当我哋提到八福，英文叫做 The Beatitude， 八福，我哋就咁谂啦。八福有几多个福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咁就八个福啦，系咪？其实八福咧，唔系有八个福，严格嚟讲咧，只系得一个福。但系一个福咧，就包含有八部分。嗱，好似如果我哋睇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、二十三节咧，就圣灵所结嘅果子啦。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等等，一路讲落去啦。嗱，啲人咧就讲啊，圣灵结嘅呢个果子系有九个。其实圣灵所结嘅果子唔系有九个，圣灵所结嘅果子只系得一个。因为英文、希腊文系用单数，唔系用复数，唔系用众数嘅单数。圣灵所结嘅果子只系得一个，但系呢一个嘅果子咧就包含有九方面啦，吓、啊。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等等，一路讲落去啦。即系圣灵嘅果子只系得一个，但系一个有九方面。咁而八福咧，唔系有八个哇，唔同嘅福气。我有呢、这个，你有嗰、那个；我有呢、这个，你有嗰、那个，唔系咁样、哦。有啲人就咁样谂法。其实这个八福只系一个福，但系呢个福咧就分开八部分啦。咁如果我哋睇下，好似一粒叫做咩啊？multivitamin 係咪一粒叫多種維他命丸啦？
一粒維他命丸有好多種唔同維他命嘅，係嘛？多種維他命噶嘛。咁聖靈嘅果子係一個，但係分開九部分。而呢個八福咧，亦都係一個，實際上得一個，就分開八部分，唔同嘅部分，好嘛？咁即係話，如果我哋一結呢啲嘅聖靈果子，或者我哋一有啲福氣咧，我哋係有全部噶啦。當然，可能有時候我喺某一方面比較明顯啲、多啲、突出一啲，咁唔出奇噶。咁八福其實只係得一個福，好似聖靈咁樣結個果子有八部分。嗱，八福咧，其實每一樣個福氣咧，係嘛？每一方面嘅福氣咧，就係咩啊？雙倍嘅祝福嚟嘅，雙倍嘅祝福嚟嘅。點解叫做雙倍嘅祝福咧？嗱，你睇下第一福第三節第五章第三節就話：虛心的人有福了，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佢英文聖經咧第一個字叫做 blessed 即係有福嘅。咁我哋中文咧翻譯咧就話虛心的人有福，我哋將個福擺咗喺後少少。但係英文希臘文一開始第一個字咧就講到 blessed， 即係話係有福嘅。咁第一個字咧就係福字咯。第一個字咧就係福字啦。跟住咧，虛心嘅人有福，個福係咩？天國係佢哋啦。即係話開始係福，咁嗰個福氣嘅內容咧嚇就喺個結束嗰度啦。開始係福，結束嘅時候就嗰個福氣嘅內容。所以每一福其實係每一方面嘅福氣，其實係雙倍嘅祝福嚟噶，雙倍嘅祝福嚟噶。咁呢個福氣咧，亦都特別喎，講到咧。是現在就一部分，將來亦都一部分。現在而家你虛心，你就有福啦。將來咧，天國就係你哋啦。即係話簡單講一句，呢、這個福氣咧係而家又有，將來又有。而家咧你遇上到一部分將來嘅福氣，即係我哋簡單講一句話，叫做天恩遇上。今日喺地上，我哋好似话叫做小天国咁。喺呢个小天国喺教会当中，我哋遇上到喺天国嗰个大家庭、嗰、那个大教会，所有众弟兄姊妹从各个各族、各方各民而嚟嘅一齐，呢、这个咁大嘅家庭一齐嗰种嘅福气系嘛？天恩遇上呢、这个福气，现在一部分，将来去到天国就完全嘅实现应验，就将来亦都系一部分噶。咁而且咧。头四福咧，即系虚心嘅人有福，哀恸嘅人有福，系嘛？温柔嘅人有福，饥渴慕义嘅人有福。头嗰四福咧，基本上系人基督徒同神之间嘅关系嚟嘅。咁后边四福咧，就系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啦，吓连率人啦，你连率人吓呢个人同人之间嘅关系。头四福就同神，后边嗰四福就主要。就同人嘅關係係嘛？而呢八福咧，就一福就引致另外一福，再引致引申到另外一福，好似一個基督徒佢嗰個經驗進展嘅路線咁，一步一步一步咁樣係進展嘅係嘛？第一福就係話第三節嚇，虛心嘅人有福，因為天國係佢哋嘅。虚心嘅人有福，天国系佢哋嘅。虚心即系话佢自己倒空咗佢自己啦，啊，英文叫做 poor in spirit， 即系佢内心感觉到有贫乏嘅，佢内心感觉到有需要嘅，佢心灵上面感觉到有需要系有贫乏嘅，系嘛？呢啲人就有福啦。咁如果我哋睇下以赛亚书啦，第五十七章第十。五节，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节就讲到话，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，名为圣者嘅如此说：我住在至高至圣嘅所在，也与心灵痛悔谦卑嘅人同居，要使谦卑人嘅灵苏醒，也使痛悔人嘅心苏醒。呢度讲到上帝有两个地方住嘅。有两个的居所，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。上帝第一个地方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在天上面。跟着第二个地方呢，亦都住在什么？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，
即系话同嗰啲内心感觉到虚心，内心感觉到贫乏，内心感觉到有需要，上帝就可以去啦。嗱，有啲人佢唔信耶稣，唔信耶稣。如果你归根究底，可以用两个字眼嚟形容：骄傲、倔强。骄傲，我乜都掂，乜都有，唔需要。佢唔会好似呢班人感觉到虚心噶。倔强就我个性格好硬好倔嘅，我唔需要你嘅。倔就我唔需要你，骄傲就我自己有乜都有啦，我亦都唔需要你。骄傲倔强嘅人呢，嗰啲人呢系唔能够进天国，嗰啲人亦都唔能够得着呢个救恩。但系调翻转头讲咧，嗰啲虚心嘅人，内心感觉到有需要，内心感到有缺乏，内心感觉到自己有迫切呢个需要嘅时候咧，咁佢哋听到呢个福音嘅时候咧，佢哋就会欣然接受耶稣。进入他们的内心，所以耶稣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天国是他们的。一开始就讲到个心，一个人谦虚虚心就倒空自己，是吧？倒空自己，上帝的灵就可以进入他的内心，就与他同居了。虚心的时候，当人虚心的时候，跟着第二福来了，就哀恸的人有福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当一个人感觉到有需要、有贫乏的时候，他们就亲近上帝。一亲近上帝的时候，发觉到原来我自己的人生是有这么多个罪恶，有这么多个罪污，过去有这么多个错失，有这么多个软弱，亦都有这么多个亏欠。当他看到、看清楚自己的人生是这样的时候，他为自己所犯的错、为自己所做错的一切而难过，他就会怎样啊？就走到去哀恸，哀恸是为什么哀恸呢？就为自己的罪哀恸，为自己的罪哀恸。他倒空了自己，为自己所做错的一切而难过而哀恸，这个第二福了，为罪哀恸。跟着呢就去到温柔了，第三了，温柔的人有福了。因为咩啊？因为佢哋必承受地土。第五节，温柔嘅人有福，因为佢哋必承受地土。温柔就系当佢哋受委屈嘅时候，就显出忍耐同埋温柔。佢要愿意去承担吓。温柔呢个字眼咧，其实好似谦卑咁样，好似谦卑系嘛？meekness 系嘛？同埋。这个温柔不是代表什么软弱、哦。温柔即是说耶稣，我们看看耶稣。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受到一切的委屈，一切的羞辱。但是他怎样啊？他没有发敏感、哦、他没有发脾气、哦、他也没有闹人、哦。所以我想回，其实我的人生都需要有很多学习。在这一方面，是吧？学习耶稣那种温柔、柔和、谦卑的态度，默默去承受，默默的去忍耐，遭遇到困难、委屈，是吧？那时候，那种的品格，温柔的人有福，他们承受地土。跟着就饥渴慕义了。当个人看到自己的情况那么贫乏，看到自己的罪，跟住上帝慢慢带领佢要有呢个温柔嘅品格，跟住咧佢哋就会点啊？饥渴慕义啦，饥渴慕义嘅人有福啦，因为佢哋必得饱足。饥渴慕义，义公义嘅义系咩咧？义就系咩啊？就系圣洁，义就系圣洁，圣洁就系与上帝相似。你顺从上帝的律法，上帝的律法就是圣洁，上帝的律法就是公义。义就是追求圣洁，义就是追求和上帝的品格相似。义是怎样来呢？就会顺从上帝的律法而来了，这个就是义了。饥渴慕义的人就有福了，他们会得饱足。当一个人感觉到有需要、有贫乏的时候，他会一路一路去追求。有时候我们真的看到的情况是这样，在一些地方比较富庶的时候，人们觉得我什么都有了，我拥有一切，
佢哋渴慕上帝嘅心、追求上帝嘅心咧，冇咁明显。反而有啲地方比较贫穷嘅，好多嘅缺乏嘅，好多嘅需要嘅，人生冇咁多保障嘅。呢啲人感觉到有需要，当佢哋认识上帝嘅时候咧，佢哋会把握住啲机会去寻求上帝，去追求上帝。饥渴慕义嘅人有福啦。跟住佢哋追求上帝啦，追求上帝之后第七节啫，怜恤人嘅人有福啦，因为佢哋必蒙怜恤。怜恤嘅意思就系咩啊？就系同情咯，系嘛？上帝嘅名就系有恩典、有怜悯啊嘛。怜悯、怜恤即系同情，即系个心睇到啲有软弱、有需要嘅人咧，会产生咗个同情心出嚟，系嘛？上帝嘅圣名就系有怜悯、有恩典。我哋睇出埃及记第34章就讲到上帝嘅名啦。耶和华耶和华系有怜悯、有恩典嘅上帝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嘅慈爱同埋诚实。上帝就有怜悯嘅，上帝就有恩典嘅。所以一个人当佢寻求渴饥渴慕义追求上帝嘅时候咧，佢慢慢就更加明白上帝嘅品格。佢跟住对周围嘅人咧就充满咗怜悯，充满同情嘅心。上帝嘅爱、上帝嘅品格就要喺佢身上重现啦。跟住第六节就话：清心嘅人有福啦，佢哋必得见上帝。清心就系一个咩啊？清心就是一个纯洁的良心，纯洁的良心。我们看到圣经讲话，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。我们一生人的果效所做的一切都是由内心去发出来的。一个纯洁的良心，一个清洁的良心，清心清洁的良心，纯洁的良心，无罪的良心，会被人看得更清楚上帝，会得见上帝，睇到上帝点带领。如果个人带住一个犯罪嘅污秽嘅心咧，有时好似你戴眼镜咁，或者戴个太阳眼镜咁，你戴住个太阳眼镜，你睇咩嘢咧，都系蒙蒙地嘅，冇咁清，冇咁光嘅。因为个太阳眼镜咧就遮掩咗啲光度，系嘛，挡住咗啲光度。一个人如果个内心系清心嘅，系纯洁嘅，系无罪嘅。他看上帝，看上帝的带领，看上帝的一切呢，就更加清楚，必得见上帝。跟着就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。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来到这个世界就使人和睦，是吧？除去罪恶，就使到人和睦共处。人和人彼此之间多斗争，就是因为什么？因为当中有罪。使人和睦就是说，我要克服人与人之间那种的仇恨，人与人之间嗰种嫉妒，人与人之间嗰种嘅矛盾，嗰种纷争，要克服呢啲一切，使人和睦嘅人有福啦。佢哋必得称为上帝嘅儿子。上帝儿子耶稣基督就咁样，佢嚟到呢个世界，人哋要钉佢，要钉死佢喺十字架上面。佢第一句出嚟，佢就祈祷话：我父啊，赦免佢哋，因为佢哋所作嘅，佢哋唔晓得。他们不晓得他们现在钉着那位是哪一个，他们不晓得，他们不知道。使人和睦就克服一切的仇恨。我们使人和睦，使人和上帝相和，这个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职分，每一个基督徒所需要做的，将这个救恩带给人，使到他们的罪因为耶稣的宝血而洗净，使到他们能够和耶稣相和。但是你要记住，每一个环境，每一个情况都好似有三类人，三类人对耶稣的回应。第一类是敌对的，第二类是漠不关心的，第三类呢就是接受敬拜的。有些人会接受，有些人可能不理你，但有些人会敌对你的。当你碰到那些人敌对你的时候，你去传的时候，耶稣也都面对，也都面对那些人敌对他，到最后他就被钉在十字架上面。所以如果你跟着耶稣去做，是吧，使人和睦，跟着呢第八福咧，就第十节就讲话为义受逼迫嘅人有福啦，因为天国系佢哋嘅。你去传嘅时候咧，嗰啲唔信嗰啲咧就会逼迫你。呢个为义受逼迫嘅人有福啦，呢个就会睇到嗰个善恶大斗争嗰个场面啦。耶稣将边一福列入为进天国嘅资格咧？答案就系第三福，
温柔的人有福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你承受地土，就是说你只脚踏入天国的地土，这个就进入天国的资格，就是第一福列为的。当我们看回八福的时候，犹太人呢，希伯来人呢，他们写那种体裁很有意思的，第一福前后相呼应，虚心的人有福，天国是他们，受逼迫的亦都天国是他们，哀动为罪哀动，使人和睦就除罪，温柔承受地土，清心的人亦都承受地土，饥渴慕义，义就是爱所结出来的果子，怜恤人，怜恤亦都是爱所结出来的果子。耶稣就跟着跟门徒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失了味怎能够叫它再咸呢？盐是跟食物是混合在一起，使到它不会腐烂。光就是照射，是传的意思。所以我们说，如果只是单单在电脑上面传福音，够不够啊？是不够的，因为你缺乏了跟人混在一起，影响着他们去认识上帝嘛。而怀爱伦师母呢，他就引用到马太五章十四到十六节这一段的经文，是引用得最多的一段经文，总共有264次。跟着就说，莫想我们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去。一点，希利文叫 iota， 希伯来文第九个字母是最小的一个，而一划 tittle 是一个高低音标来的，高低音，即是说这么细微的东西，上帝的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。如果你看回永生这个字，永生你减去一点，你减去一划变成什么？永字减去一点变成水，划生字最后一划减了它就变成一个牛，变成水牛。所以跟着上帝就耶稣就说，他的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去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颁布天国的典章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证明这个律法是可以遵守，他来不是要废掉，他是成全，将律法的意思就在生活当中是活出来。跟着第五章再讲到论仇恨其他那些，就再实际具体再讲明律法的精义了。